哇哇哇！呢度总共有五样嘅唔同嘅食物，你估下？你估下我用咗几多钱呢？讲都冇人相信啊！五样嘅嘢喺呢个 PJ 咁贵嘅城市落边，竟然可以食到咁样嘅价钱，真系难以相信啊！大家。就喺呢度啦，依间阿达曼美加嘅茶室啦。睇下成条街达曼美加几多嘢食，几多铺头，几多嘢食。啊，呢、這个咧就系、是、新嘅一个楼盘啦，达曼美加 Rise。如果你哋係 PJ 嘅人咧，你應該好熟悉噶。以前咧個舊嘅地址咧就係、是、明天茶餐室啦。嗯，跟住俾佢哋依個依塊地俾佢哋賣起咗，就起咗依一個住宅區啦，變咗一個 condominium。入面亦都好多嘢食。Hey, 大家好，我是 Maxwell，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影片之前能够多些支持下我，订阅分享点赞。Hey, 大家好，我是 Maxwell， 今天我就试下拿20元在这个 PJ 达曼美加试下看看午餐可以吃到什么东西，大家来试下，期目以待吧。好了，我现在呢就叫了大概有不同的食物。OK， 你睇下呢度有一個麥粥啦，一個糖水嚟嘅。跟住咧，你睇到咧呢碗麥粥咧，啊，依、這個咧就係、是、一個豆腐，仲有一個薄餅，仲有依個我最喜歡食嘅就係糯米飯啦。仲有依個就係佢嘅經濟米粉啦，侵咗依、這個鬼雕啦，加咗埋啲辣椒啦、咖喱水啦。所以咧，你哋估下？估到幾多錢冇？我自己都唔相信啊！講到都俾你震驚一下，因為我冇諗到20蚊，既然可以喺依個咁貴嘅城市，尤其喺 PJ。好啦，我揭曉啦，依度只不過係14蚊啫啊！我總共食咗五樣嘢，有糯米飯啦，有經濟米粉啦，有一個薄餅啦，有一塊豆腐啦，仲有一碗糖水麥粥啦。哇！我俾你嚇到一下，14蚊可以食到咁多嘢，邊個講 PJ 嘅嘢太貴咧？其實唔係咁話嘅，真係。好啦，我同大家分享下，依碗糖水咧就比較甜啲，依只不過咧嗰、那個豆腐就普普通通，唔係講非常之好食，仲有嗰個薄餅咧，可能佢已經太腍咗，所以咧。你食到嗰種，佢冇嗰種有一種彈性，所以就唔係講幾好食，唔值得推介。不過糯米飯咧就好食，真係好食。仲有佢嘅經濟米粉，仲有嗰、那個侵咗嗰個燙音嘅咖喱，極品，真係好食。其實咧喺 PJ 呢一帶咧，20蚊咧，始終仲可以揾到啲。可以經濟又好實惠嘅食物嘅，多謝大家咁話。誒，仲有啊，大家一定要記得啊，一定要食下依個雞飯啊，好好食啊！啱咧，我嘅 PJ 嘅朋友同我講啦，依個雞飯，依個燒鴨飯，真係好好食噶，我得閒我真係要嚟試下。誒，大家好，我係 Max， 希望大家能夠多啲支持下我。訂閱啦、點贊啦、分享下我嘅 video 啦，因為拍片真係付出好多嘅心血同有時間嚟剪片啦，仲有做嗰啲字幕啦，希望大家能夠多啲支持下、點贊支持下我啦。